欢迎同学收看第十二讲风险管理的课程。本讲次要介绍企业对于天气和巨灾的风险管理策略，并且以医疗院所疏失的案例来探讨一下医疗院所的风险管理策略，以及透过毒蛮牛的案件来当成实例，说明企业对风险意外事件的发生以后风险处理的对策以及相关的措施，进而对于企业的风险管理绩效来做评估以及做建议，作为本讲次的一个总结。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讲次授课的流程内容。本讲次第一个部分想要介绍的是天气的风险管理策略，包括了用保险和非保险的方式来加以承担。第二个部分是医疗院所的风险管理策略。第三个，然后透过医疗院所的疏失来当成案例说明。接下来是本讲次的主要案例毒蛮牛的事件，然后针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绩效来做评估以及做建议。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是以天气来当成风险管理的工具的时候，透过用保险的方式来加以承担。我们知道天气保险的产品就是专门来承保企业单位因为天气的异常而遭受到损失的时候，由保险公司来给予赔偿的一种新类型的保险。那购买气候保险的客户一般来讲是企业的团体，像是体育赛事的主办单位。事先购买了气候保险了以后，如果比赛当天的降雨量达到10毫米以上，就可以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这是因为每逢下雨天来观赏比赛的观众就会因此而减少差不多20%。如果观众的人数太少，一场比赛可能它的亏损就很大，所以体育赛事的主办单位就会把气候保险当成天气风险分散的一个对策。另外像在日本有承保像气候保险的一些保险商品内容，它只要是企业的收益及容易受到气候的影响的行业，像是娱乐业或者旅游业或者餐饮业等等的，甚至像这样的气候保险的商品，我们也可以把它扩大到像是气温或者是积雪、风速以及日照的时间等等跟气候相关的指标。像是日本的樱花绽放的观光季节的到来，所以日本的产险公司就会推出一些天气的保险满足旅游业的需求。而另外呢，像是三井住友保险公司的樱花保险，它的承保方式就是以保险公司请气象专家先预测樱花盛开的具体日期，把投保的时候由旅行业者、休闲娱乐的场所，他们呢可以根据保险公司预先所规划安排的旅程，如果樱花开放的时间跟保险公司所预测的时间是不一致的，没有达到观赏的目的，这时候投保的部分就可以得到保险的理赔。因此呢，我们常常可以透过用这样的部分来让天气的风险透过用保险的方式来加以得到赔偿。另外像日本的新雅财产保险公司也针对企业来推出梅雨保险的业务，来承担因为梅雨或者是台风季节所造成的经济上的损失。另外像是国内的产险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天气的风险，协助一些企业来进行天气的风险管理，提供这样的天气风险的服务。只要企业它提供了相关的资料，就可以针对天气的变化跟企业的营收所造成的影响来加以做分析。在资料足够的前提之下呢，就可以提供一些像温度、雨量累积或者风速分析的结果，受到哪一种天气的变化所产生的影响。那这样的天气保险就可以承保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之内因为温度、雨量或者风速的变化所造成的损失，额外的费用或者是营业收入的减少，通常按照这样的情况，只要是在既定的计划之内，它的设备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情势都可以得到预期的利润的时候，就由当事人的双方根据损失的发生来加以负担赔偿责任。另外呢，在日本我们可以知道有很多的气候保险的内容，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繁多的。像是一般的个人的客户，尤其是像在夏威夷地区有一个所谓的观光保险，这个观光保险呢，它主要是只要是它的日照的天数不够多，而造成在整个旅游的期间里面，因为本身下雨的情况，造成它没有办法来加以做观光的动作，这时候就可以透过由保险公司来负担赔偿责任。那这方面的观光保险，像是他们的理赔以及给付的条件，如果是白天的时间发生损失，
也就是白天的时间发生了下雨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保险公司是退还部分的保险费。可是如果是在整个旅游的期间里面通通都是阴雨的情况，那这时候保险公司就会退还全部的医疗费用来当成我们的理赔。接下来看天气的巨灾风险是以非保险方式来加以乘坐，我们可以分成四点。我们看到字卡，第一个是与特定的保险人的巨灾损失来做连结，第二个是与整个产业的巨灾损失来加以做连结，第三个是用特殊的巨灾指数的风险来加以做连结，第四个是跟特殊的事件的指数来加以做连结。那第一个部分，我们以一个在1998年美国产险公司叫做 USAA 它所发行的4.5亿的法郎的巨灾债券，它就是以单一的飓风所造成 USAA 这家保险公司10亿元美元以上的损失来当成理赔的依据。第二个，跟整个产业的巨灾损失做连结，像在1997年的时候，瑞士再保险公司有发行一个1.37亿的巨灾债券，它就是以单一的地区造成加州地区的保险业如果有120亿美金的损失，就当成我们理赔的依据。第三个，跟特殊的风险的指数来做连结，我们是以一个1996年 Phoenix Re 跟 AIG 它所发行的一个1000万元的美金巨灾债券，它是以5个区域的巨灾损失如果超过了预期的损失金额来当成我们理赔的依据。第四个是跟特殊的事件的参数值来做连结，像是我们以在 Tokyo Fire Marine 也就是日本的火灾海上保险公司它所发行的一个1亿元美金的巨灾债券，如果日本单一的地震超过7.1级以上，就当成我们理赔的依据。那我们用实际的案例来加以说明，其实2006年的时候世界杯的足球赛在德国举行，可是之前的911事件恐怖攻击使得很多的保险公司担心这样的恐怖事件会中断比赛，所以不太愿意承接这些大型的体育赛事。尤其在前一届2002年的法国安盛保险公司，它就取消了日韩所共同举办的世界杯足球赛，而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开始来拒绝承担这样的比赛意外，所以呢，国际足总就只好透过用巨灾债券的方式代替来购买传统的保险，所以他就在2006年发行一个巨灾债券，为德国的世界杯足球赛发行一个4亿欧元的巨灾债券。那主要的承销商是瑞士信贷公司，那这张巨灾债券就是在资本市场上跟投资者来发行的一个债券，如果灾害事故的发生，这时候风险就由投资者来加以承担，如果没有，投资者就可以收回全部的本金和利息。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同学介绍一下医疗风险管理的基本概念。我们知道现今的医疗技术已经十分发达进步，可是医疗的纠纷相关报道其实仍然不时的出现，而这些医疗的纠纷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却因为一时的疏忽或者是医疗人员的沟通不足而造成的结果是无法挽回的。我们如果透过一种医疗失效模式跟效益分析的方法来加以评估，到底医院的风险有哪些的风险呢？我们可以透过在损失发生的时候来分析它的几率以及损失的严重程度，其实有5种比较重要的医院风险会出现。这5种包括了像是第一个医院重大灾害的风险，以及医院的财务管理的风险，还有医院医疗的环境失衡以及人才流失的风险，以及病人安全及沟通的联系风险，还有最后一个是医院的形象风险。那这个部分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上一阶段我们所提到的那5种风险医院的风险管理，其实在整个损失发生的时候造成的损失频率和幅度都是非常大的，因此必须要非常的小心。那接下来我们想要用一个医疗疏失的风险管理案例来跟同学说明，这个案例主要谈到的是台大医院在整个艾滋病患者误植了他的器官所造成的相关医疗的损失。我们接下来来看我们的影片。2011年8月，新竹一名男子坠楼脑死，台大医院接到家属电话，得知想要捐赠器官，即派医疗团队
摘除器官，并做艾滋等病毒检验，部分器官交给成大医院移植团队。当时检验结果呈艾滋病毒阳性，但院内人员以电话确认时通报台大医检师是 reactive 阳性，接化的器官移植小组协调师误听为 non-reactive 阴性，接着按医院标准流程，移植团队移植前为二度确认。台大医院把无染艾滋的错误讯息告知成大，移植台大、成大分别进行五场移植手术。在台大与成大医院的艾滋器官物质事件检讨报告中指出，致命的关键点在于检验与协调师口头沟通失误，加上主刀医师未在确认原始检验报告等一连串错误，卫生署进行检视，确认两院医疗团队将艾滋感染者器官移植入人体的事实明确。好，在医院的风险管理的目标，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医院的风险的预警以及监测的制度，避免医院的风险事故的发生，以及降低风险事故所带来的影响，还有风险事故发生以后分摊以及移转的风险，借由这样的预防事件的发生，以及一旦损失发生了以后，后续的处理都能够让医院的财务损失降低到最小。那简单的来讲，就是在整个医院的环境里面以及医疗的过程当中，对于人事物的安全管理以及品质的保证。那上面我们的案例，台大医院的危机处理方式，它其实在第一时间里面很诚实的把疏失告知了病人的家属，并且坦诚了医疗作业上的错误，而且立即对于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做 AIDS 的预防性投药，也告知了家属必须会负责后续的相关的必要治疗。此外呢，探讨一下在整个医疗院所他们查询捐赠者的过程当中，一般来讲都是用英语来做确认，把检体的检验阳性误听为阴性，那因为一字的错误使得原本有问题的变成是没有问题，于是器官的移植的问题就因此而出现了。其实在国际社会当中有许多语言所惹出来的事故，应该警惕到的是母语其实是本能的语言，最不容易来出错，而语言学的研究也显示说，即使英文再好，但是在精神不集中的情况之下，听和表达仍然会出错。所以台大医院的案例发生以后，就有专家会建议在专业沟通的关键时刻里面，是否可以用中文的方式或者用双语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会来比较正确一点点。那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同学介绍的是毒蛮牛的事件的相关概念。首先在毒蛮牛的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对于一家企业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影片的部分。民国九四年五月，在台中市的某便利商店货架上，被人放置了注入氰化物的罐装机能性饮料蛮牛。有四位民众购买后不慎误饮，相继引发氰酸中毒症状。其中一位民众不幸于误饮次日深夜死亡，另外两名受害者则生命垂危。该饮料被贴上印有“有毒勿喝”字样的标签，这标签是用个人电脑印表机列印出来的。卫生署立刻勒令全省销售通路全面将产品下架，并要求制造商宝利达公司停止继续制造贩售蛮牛宝利达 B 的系列商品，直至安全无虞为止。警方后来逮捕40岁的王姓男子，他向警方坦承其恐吓的目的及犯罪手法乃是模仿日本千面人事件。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王姓男子在11处商店摆放掺有氰化物的饮料，从重一连续杀人罪嫌起诉，具体求处死刑。二审到更三审都维持死刑判决，但于2009年在更四审时，法官更改法条，判处无期徒刑。在案例里面，犯罪的王姓男子，他为了向宝利达公司恐吓来取得不法的财产，在宝利达公司所生产的蛮牛以及宝利达 B 里面的饮料下毒，还在瓶身里面贴上了“我有毒，请勿喝”的字样，以及毒性的骷髅头的图样，混杂在便利商店当中，以公开陈列的贩售，致使被害人因此而死亡或者造成身体上的一些伤害。这些伤害目前还有很多饱受中毒之后的后续影响，像是受害者的心脏、
呼吸系统它的受损的后遗症，或者是有不时头痛的等等后遗症。在这个案例判决了以后，保利达公司也向被告求偿了1亿4千万元，而这个部分法院的判决也已经确定了。接下来我们想要做毒蛮牛案例的一个风险分析。就企业的风险管理的角度来讲，毒蛮牛事件只是在食品业中营业风险的一项，而食品业当中潜藏的很多营运的风险，像是缺水、断料或者物价的上涨、天灾像是台风、地震，或者是供应商的倒闭，或者是在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的失败，还有像是设备的维护不当、机器操作的不顺利，或者同业之间的恶性竞争等等，都会导致整个损失的发生。因此，如果我们进一步来探究整个毒蛮牛事件的发生，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可能潜藏的风险管理的情境是怎么样。首先去了解一下，在图卡里面我们整个的资料是从订单，然后生产的过程当中当然要达到品质的保证，然后再到业务单位，而且业务单位做好了之后要做冷藏的储存，那接下来呢还必须要到出货的物流中心，然后直接运送到通路商，最后到客户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在毒蛮牛的案件里面，其实保利达公司它的生产模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直接透过订单的方式来安排，一种是透过我们去预测一下整个市场上面到底有多少的销售量来预先做准备。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图卡。在下面的图卡里面，我们知道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其实通通都有不同的潜在风险的存在。接下来呢，在下面如果在整个冷藏的过程当中，像仓储人员或者保全也会有风险的来源。接下来是整个出货的物流中心里面，像是司机或者其他的助手，其实都有可能会造成了污染。那最后呢，是到整个通路商，其实在整个毒蛮牛的案例里面，在卖场或者仓库里面都会造成有很多因此而有中毒或者是下手的机会，这是我们特别必须要注意的。那最后是跑到消费者客户的地方，这同时在整个过程当中通通都有风险不同的来源。那毒蛮牛的事件当中，它所发生的其实不同于以前我们看到的千面人事件。那大部分的千面人事件，它其实主要是以假恐吓争取财为目的，并且并无心来置人于死。可是毒蛮牛的案例里面呢，歹徒他并没有勒索厂商，也没有做事先的警告，就径自在饮料里面注入了掺有剧毒的氰化物。那虽然歹徒在瓶上贴有标语，但是仍然有民众误食了毒饮料，并且造成重大的伤亡，这是一个重大的危害治安的杀人事件。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接下来我们要说明在事件发生以后案例的保利达公司他们的风险管理措施。那保利达公司它的风险管理措施，我们可以分成风险预防以及控制的措施。在整个预防的机制里面，首先我们看到在图卡上面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做像在最右手边有一个新增的机制，它是在瓶盖上面我们去加贴了胶膜，那这个是他们所做的新措施。接下来呢，在整个冷藏以及出货的过程当中，加强了所谓的门禁的管制，这个部分都可以把整个预防的机制做到比较完整的做法。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像通路商以及消费者的部分，像是透过用自动贩卖机或者在店员结账的时候彼此来加以做确认，以及最后消费者的部分透过政府的宣导，都可以让整个的风险透过预防的方式来加以减少。接下来呢，我们要说明的是整个毒蛮牛事件的危机处理。在危机处理的过程当中，我们从它的类型，其实把整个突发的状况企业可以分成下面这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外部的自然环境所引发的危机。那外部自然所引发的危机，像是台风、地震、飓风或者是暴风雨、洪水等传统的天然灾害，或者像全球暖化等等的慢性病的类型的天然灾害，都是属于这个部分。类型二是属于外部的人文环境所引发的危机。分析整个企业所面对的外部人文
环境所引发的危机，像是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或者是社会文化和所谓的科技的因素所产生的变迁。类型三的部分是属于内部环境管理扭曲所引发的危机。那在整个的内容里面，我们会发现内部管理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因为整个损失的发生而产生风险的情况。那它所引发的危机，我们可以简单的来做一个区分。第一个是企业的领导者决策的错误所引发的危机，第二个是企业在整个营运效率低落所引发的危机，那企业的人员道德操守不良所引发的危机，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是企业的接班断层所引发的经营危机。在整个的事件当中，我们的毒蛮牛事件其实它是属于类型二，它的犯罪手法是类似于千面人的犯罪手法。那千面人的犯罪手法其实最早是来自于1984年日本的一个歹徒，他自称是千面人，他用威胁在食品里面下毒的方式向日本的食品公司勒索上亿元的金额。而这一类的类型呢，是借由在食品里面下毒的恐吓取材的方法，因此像在日本、台湾以及菲律宾等地也会有连锁的模仿效应。那我们在1988年的时候，其实统一蜜豆奶公司他们曾经遭受了三个歹徒的威胁，他们要在台北的超市里面贩售的铝箔包装里面去注入毒液，那要求业者必须支付500万的赎金。可是制造的统一企业他在得知消息以后，就立即主动的告诉了所有的通路，而且把整个铝箔的包装全部下架回收，大规模的销毁回收的饮料。尽管整个损失高达近亿元，可是不会向歹徒因此而屈服，而且负责任的收回安全有疑虑的产品，不仅得到社会的好评，也建立了以后的业者他的三个做法，也就是回收、下架以及销毁的标准危机处理模式。那一旦发生了像千面人的案件之后，如何降低销售的冲击以及维持商誉，就变成业者他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因为外界看似很轻松的回收的动作，其实在背后可能关联了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的金钱损失。那如果业者的本身又不是一个具有经营规模的大型企业，其实营运上会因此而陷入困境的。那宝利达公司他在面对了歹徒的恶意攻击勒索的事件当中，整个处理的过程有下面这几项内容。第一个是宝利达公司他在整个处理的过程立即成立了24小时的危机处理小组。第二个是以负责任诚实的正面态度来面对问题，暂时不计较企业的利益损失以及成本回收的过程当中，整个销毁物品来保全让消费者的权益当成一个最先的优先考量。第三个是清楚的来厘清并且确立危机处理的策略以及原则，并且透过适当的管道来对外以及对内做宣示。第四个是清楚的宣示整个应急的措施，像是回收或者销毁，并且提出让消费者可以安心的防止再发生这样的损失的措施，像是在安全措施方面的新包装。第五个是随时跟媒体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还有接触，并且善用媒体的传播能力，把整个宝利达公司它回收毒蛮牛、销毁毒蛮牛的过程传递给社会大众来了解，维护公司负责任的形象。接下来在整个毒蛮牛案件里面，我们的风险评估和建议的部分，那在第一个部分我们会建议它可以新增一些所谓的预防的机制。那在预防机制的里面呢，因为毒蛮牛的风险造成了整个预防以及控制的措施当中，我们可以新增一些预防的机制。而这些机制除了像业者它可以加强监督本身的产品线的制造过程之外，当产品一旦进入市场销售的时候，经销商和零售商他同时要强力的来维护整个销售过程当中的安全。此外，像政府的公权力也要发挥重大的效力，并且大力的来加强宣导。除了业者的自律活动之外，政府从重来刑罚以及刑责上的规范投机者的犯罪行为，还有
卫生单位也应该加强对于通路业者的一个监督，要求相关的运送或者贩售的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提高人员的训练以及戒心。第二个是可以善用保险的方式来移转风险，毒蛮牛事件造成了一死四伤的事件，而伤势严重的像是记忆力衰退或者咳嗽出血无法工作，而死伤的这些受害者，他除了得到保利达公司的10万元慰问金之外，他分别向卖出毒蛮牛的超市业者来达成和解。不过呢，受害者向超市的业者要求的求偿金额高达1000万，可是法院认为超商虽然有疏忽，一审的判决也只有105万金额而已。那另一名的受害者也透过了向台中市政府来向超商来做求偿，那业者愿意在顾及企业形象同意来赔偿，不过这样的金额他是不对外透露的。不过我们可以了解，他可能跟前一个案例里面的法院判决是差不多一样的金额，可是这样对所有的超商业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冲击。从这个案例里面我们可以了解，未来超商在贩售商品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小心谨慎了，除非这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即使不在所谓的超商，可是超商一旦有闪失的时候，其实仍然是要负担赔偿责任的。此外呢，许多的产品它声称已经投保了高额的产品责任险，可是不知道这样的产品责任险，它其实它的承保范围仅是在产品的固有瑕疵还有包装跟使用说明不当造成消费者的身体伤亡或者财务上的损失，才由保险公司来负担赔偿责任。可是受雇人和第三人的恶意下毒而导致消费者的伤亡，其实并不在产品责任险的赔偿范围之内的。所以当下毒的蛮牛事件当中，我们其实可以透过一个叫做产品回收保险以及产品污染以及故意破坏的综合保险的方式可以来加以填补。那所谓的产品责任险，它并不承保类似像这样的承保范围以及内容的。那产险公司它所承保的产品污染以及故意破坏的保险以及产品回收保险的保险单，这是由保障我们的经销商以及制造商的产险保单。当事件发生的时候，像是千面人事件的时候，投保的厂商就可以因此而得到足够的保障了。我们来看一下字卡，有关于产品回收保险，它是设计被保险的商品在整个制造的过程当中，因为错误或者是遭受到第三人的破坏，而导致消费者使用被保险商品而造成身体上的伤害以及财务上的损失，我们可以针对这个部分由保险公司来加以赔偿，被保险人因此所产生的有关产品的回收成本以及重置的费用。另外下一张字卡里面是有关于产品的污染及故意破坏的综合保险，这个范围又更广，它包括了因为意外灾的污染而导致消费者他在使用这一类的被保险产品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伤亡或者财产的损失，或者第三人以勒赎的方式来威胁破坏被保险的产品，使得民众认为使用被保险的产品会造成伤害的时候，由保险公司来赔偿被保险人因此所产生的营业中断的损失，还有产品回收费用以及产品修复以及保全费用，甚至像赎金的损失等等的。所以我们知道，不论是产品责任险，或者是产品回收，或者是产品污染保险，他们通通都是透过用保险的机制来把整个损失来加以填补，以及做到最好的一个风险管理的机制。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谢谢同学的收看。